关长甲着咱前社长，啊，你叫做在座，啊，各位这个时代，啊，各位咱关心台湾，诶，台湾前途这个，啊，这个咱台湾的朋友，吼，咱的乡亲时代，啊，这个今仔日来遮，我惊呀，哎，我是一个草地人，礼拜来到遮吼，啊，我伫基础校园咧教书，一般来讲啦，基础校园你讲到啥物人较重要，啊，这个演讲，那啥物人会想到阮基础校园，拢无啦。啊，我刚才办得了戏，啊，我煞无发挥机会，想要是一起一戏一遍，吼、哦、啊，电视台过来找我，那就对了吼、哦。啊，因为二十年前我都伫南非伫遐做一年嘅研究吼、哦，啊，我去遐嘛是一个缘分，因为过去阮东海大学，我大学读东海吼，啊去南非转来了后，啊，再佫文化大学写南非论文，我南博士论文是写这个南非改变中国先进的这个外交决策的分析。啊，所以讲我有甲印象，啊，毋过嘛真久无读啊，就对吼，因为伫学校内底基础校园内底，毋知要讲啊一下听吼。啊，尤其是做一个较本土的老师伫学校内底，我感觉拢足孤单的。真诶，学校内底真侪老师，敢若我真敢表现讲我足青就对。啊，青咧，有较青嘛毋敢讲，啊，无拢安尼，拢安尼难足难个就对啦吼。所以讲真孤单，真孤单。所以今日来到遮，就刚才我去台中个大地共款吼，也感觉真正了温暖。啊，大地我去头家听，头家人演讲拢咧，伫遐学习了就对啦吼。所以今日来遮，我真欢喜，嘛真感谢吼，大家无气啊，会当拨出时间啊，听我伫遮分享吼。啊，21年前，1993年，啊，我几年拢差不多伫南非。啊，1994年南非政权转移，啊，进前一年我拢伫遐咧看，啊，伫遐写论文、写报告，啊，所以我个人真深个感想。啊，今仔有这个机会甲大家分享，我真感觉真欢喜吼。诶、迄、那个我是要安尼字的吼，啊，我徛遮吼，哦，所以讲我本身是这个南投人吼，南投人，我常来讲我南投是中原人士吼，啊，毋过今仔较无适合，我南投人中原人士，我来台北，啊，台中还放的吼，来无适合，啊，我南投是这台湾的水师就对了吼，啊，我住台中吼，住台里吼，啊，这个伫五峰咧食头。啊，今日礼拜来个台北吼，啊，来个报告，啊，写答，那讲了无好，请大家吼，啊，少包涵一下吼。啊，背得袂遐紧。好，第一点就讲，曼德拉为虾米伟大？哈，曼德拉伟大，甲为虾米伟大吼？曼德拉伟大吼，我看法甲别人较无同款。哦，曼德拉我关注了，我全世界大家拢在甲抱。讲个好啊，什么是圣者啦、圣人啦，安尼个抱，哦，啊来个咱台湾了嘛，大家安尼个抱，啊我这二十年来，我感觉看无啥个落吼，人伊有伟大一部分，但是吼，嘛有变化的一部分，啊伊伟大到底到位嘞？伊有人讲，哎，这个总统啊，对别人较得搞压迫个呢，哎，对遐好啊，无搞报仇安尼吼，啊，这伟大、这宽容、这慈悲吼，哦，伊是不得了，我大家讲话特别了吼。但是主要伟大，我是感觉讲，曼德拉伟大是一个作为一个反抗者的这个坚持，甲足论命，足坚持就对啦。哦，是安尼。从关27年呢，做苦工呢，啊，逐摆别人政府要甲伊交换条件，伊拢无骨咯，啊，无骨咯。讲你是要民主啊，是要完成一票选举上，啊，若无我不爱出去就对啦。伊定来讲啊，你叫我甲你谈话，做一个自由人者，我来甲你谈话。啊，我毋是一个自由人，你害你官，我变来甲你谈话。哦，啊！你要话做自由人，我嘛咪讲着接受。你著爱坚持讲我民主的路，吼，爱尊重我自由的宪章，吼，即个。所以讲，伊足坚持就对啦，足坚持就对啦，吼。啊，即个人是真有名，确实真有名。哦，我讲南非别人政府也无够啦，较早用牛啊只只只戆戆有代志的，吼。哦，牛甲迄动物哦，对无吼？所以本身的正义感，哦，正义感。啊，有正义感在座各位，我相信大家有正义感。那无想看正义感未来咱台湾上。哦，啊，过去我嘛有正义感，去做人，吼，去做人，吼，哇，啊，伊有正义感，吼，但正义感无啥，伊敢伊迄只感谢唔对，吼，还是伊敢挑战东环，啊，叫关17年，吼，我就叫，迄罗本艾伦倒去啦，罗本艾伦叫关迄岛，深头叫1964年叫上迄岛，迄罗本艾伦是开普敦吼，伊差不多我去过啊，差不多一船一头一点钟，就差台东甲绿岛安尼，迄只岛，绿岛，迄个石灰岩的地形吼，哦，叫关。比较关，遐物仔关十几年吼，1982年才
换到啊这个泡沫煎饼较好吼。啊，若甲做苦，敢若来甲凌迟啊，甚至安怎着？甚至吼，因囝吼出车祸，哦，出车祸，啊，佫加一个报出来，电影有做嘛，吼。在这班在啊，电影里头啊有做，但是大家拢无啥咧注意，拢无啥咧注意。伊用迄因囝去啊，车弄事的消息，出车祸消息，迄报纸啊甲囥在伊头，伊门前咧，伫摊啊了，啊去啊看着是，我欲安尼，就欲安尼，一直都欲放落去啊，结果伊嘛无放落去吼，哦，可能无人喜欢吼，迄摊饼嘛，摊饼迄囝，对吼，啊第二个囝就爱出病死去吼，啊佫三个查囝，找三个某，三个查囝，啊七个人到几个我唔知啦。啊，就是讲安尼吼，安伊嘛无放弃就对了，所以真有名，真稳就对了吼。啊，所以啊，1990年二月放出来了吼，哦，伊吼，伊对别人宽容，伊是真嘛无啥，哦，伊不得不宽容，后尾嘛，要甲掠来抬脚，要甲掠来抬脚，别人甘遐好剃头脚，哦，一个足重要观念，大家拢无注意着。曼德拉虽然做黑人做总统。但是不是白人去啊，黑人甲解决当杀的，黄俊良讲甲解决当杀，不是呢。迄白人是因为安怎哩咯？白人是因为吼少数统治多数，啊统治到无法度，搁国际制裁，实在无法度，安那去就对啦，无政府状态，啊才不得已才甲伊，才拖下去就对吼，拖下去就对。哦，所以讲咱讲伊伟大，讲伊真自卑安怎吼，其实即嘛是不得已啦，伊嘛需要安尼做，咱袂内战呢。哦，所以讲伊自卑，讲伊无清楚普塔，伟大普塔。哦，彼得波塔，彼得波塔是曼德拉放出来了，做总统了，还佫活嘞，较早种族隔离时代的这个总统啊，佫较近前都死去啊，是变哪一位吼？无签字的问题啊吼，啊，波塔到底是变哪一位嘛？吼，波塔都过去前在1980年代吼，嘛真正人家对荷兰嘛真厉害对个吼，荷兰嘛真厉害，啊，并无个签字吼，甚至讲连白人抵抗活动这 AWB，Unity Branch 吼，嘛无个签字。因为他那 branch 咧，伊就是 AW 是南非的这个白人是荷兰的后裔哦为主的这个武装的这个力量哦，武装这个力量，伊是作反对白人甲荷兰破裂，伊是要建立一个布偶人的这个共和国的这个理想哦。啊，我边啊做些拢是迄个朋友嘛吼，伊迄个集会我嘛捌去参加咧，伊迄集会是作重要啦，先念圣经啊，啪啪咚咚咚咚安尼吼。又跟 Terry Branch 就出来讲话啊，讲个格格哇格格无你格格哇啦格格哇，做康凯基我听无啦。哎，讲荷兰话，啊我边啊朋友伊甲说翻译者，啊朋友我听无啦吼。哦，伊嘛无红签字啦。哦，啊伊是伫较早过去1993年的时吼，当时咧劳动协商的 Joburg， 伊遐临时把遐协商的时阵，劳动遐协商要走向民主化的规划时，啊伊带领着伊的这 AW 的武装去完成。开个车子弄入去世贸大楼内底，当时是头版都讲好出，我继续前车哦。所以讲，伊是反对的啦，啊，过去嘛真暴烈个人，但是呢，伊嘛无去啊，曼德拉甲签署的。啊，不也是因为吼，因为这个民主这个政府起来了，我看到白人哦，迄个荷兰人后裔，迄农田啊，常常迄农夫吼拢不用砍杀，拢去啊荷兰台死哦。啊，所以人家不也可能冒迄个台死一个加油站的工人。哦，啊，甲到迄荷兰的巴蒂特，迄个啦，监狱吼，啊，去用关两三年吼，唔是讲伊因为白人抵抗运动才去用枪的，嘛无吼，啊，2010年时阵，啊，去也伊拢停啊，荷兰个拍死吼，又跟台湾关系，我捌看过新闻啦，吼，真敖讲话就对了吼，啊，后壁迄个标志就是 AW 的标志，迄个标志就是 AW 标志，甲希特拉你感觉咧，小可歪了就对吼，小可歪安尼就对吼，所以讲一点无牵绳安尼就对吼，有无牵绳，我当然嘛是讲。即、这个白人的力量啦，白人要力量，伊是投降就对吼。白人平时讲是黑人拍白才投降的，是因为少数统治所造成的无政府状态，伊就承受不了国际制裁，冷战结束，反共的招牌失灵。啊，同时咱台湾嘛是冷战的，这个弱势之下，美国才对咱蒋介石威权独裁，视之不见。哦，非洲的民族。会议 ANC 的冷战结束了，嘛失去了苏联的援助，哦，即嘛历史家讲，伊不爱甲别人妥协，哦，嘛是安尼对个。所以咧，国际环境同款，国际环境，较早是伫非洲是美国在冷战的时代，美国要围堵、要阻挡非洲的国家去共产党的撤，所以讲南非就是美国疆区，啊，古巴就是苏联的疆区，非洲有个国家像古巴啦，讲伫遐对抗就对了吼。
所以当然嘛，迄国际环境，啊，都苏联也无可能支持啊，苏联嘛放弃嘛，哦，啊，几乎讲即个别人要甲伊讨要，啊，就来吼，啊，就来吼，所以讲咧，哦，啊，要做总统的人，当然爱表现态度。曼德拉就放出来，人就知影。1993年的时候，我去日日安会时，拄到足济朋友讲，恁后届总统是啥物人？大家嘛鸟心曼德拉，乌人嘛咧讲，白人嘛咧讲，所以，知伊也做总统嘛。你做总统嘛吼，啊当然有人讲，曼德拉签法是无啥爱做总统了，啊是你无伊袂使，人家要做得真勉强，啊，迄种人哦，莫相信甲全世界同款啦，吼，要做总统来爱表现大度，对无？大度了，或者要对别人保护，南非就算无内战，恐怕嘛有类似的白人强暴军的出来，吼，因为拄只讲的 AWBA 吼，迄拢是武装的组织呢。啊，包括一个室友嘛，是迄组织内底。啊，有当时啊，迄群带我去打靶，你知影？去打靶，哦，人前底前我拍过，哦，拢拍过，吼，去打靶。啊，所以讲，伊有迄个训练，吼，啊，人虽然较少，哦，伊个荷兰人的后裔，啊，本身足侪拢是白人的农夫，拢农夫的背景，吼，啊，因为农夫伊咧农地拢真大，啊，行出讲民主化了后，吼，荷兰人来抢土地，所以伊特别保守，哦。我去朋友个农场拍啦，啊，我讲你咧农场外边，伊讲2000公顷，我听到迄哦，2000公顷的吼，所以讲面对到这个将来要做总统，所以讲咧，伊当然是安怎吼，当然是讲爱较啥，爱加较在线啦，难免的吼。好，曼德拉伟大，另外个伟大就讲伊是做了民主化了后，做了南非这个区域强权，并且是中大型国家的总统，哦，所以讲你要做总统啊，啊你过去咧奋斗啊，这个精神凌厉国家，佮要做总统啊，哇靠，佮较伟大。咱就是，嘛做曼德拉嘛，嘛要做总统，嘛讲，伊若互放出来了，就等于做事。你看曼德拉敢叫？我讲嘛是会啦吼。所以就意思讲吼，一个权力个迷失着着，权力个迷失着。我常常在思考这个问题，我今日甲大家分享吼。那第讲哪一支是炮啊？吼，我讲哪一支是炮啊？讲啊，地势就是力量。啊，第大家想无？应该是炮是哪一支？那炮是哪一支？要还你，还你啥呢？上好还你就是啦。啊，宽大且稳当，啊，宽大且稳当。啊，所以一个人若宽了了，哦，下部突然间就变好啊！啊，专家来专点，专点就增加了，大家都安尼。所以曼德拉做总统了，啊，大家拢在甲抱啊，有阵时咪感觉讲，为啥拢袂晓了？哦，大家在甲抱时，你就袂去讲是啥物啦。哦，啊，你搁有宽的时，啥拢要插嘴，啥拢要插，啊，大家唔敢得罪你，会顺你。哦，啊，这就是盲点啦，吼，咱即个就是头人就是安尼嘛，哦，啊，一个人有宽了了，吼，听到？心势变无好啦，啊，原来无好啦，啊，变更加可怜啦。哦，伊说也是真实，伊敢咧食方糟吧，吼，啊，咧头人较咧选健身老师做甲做讲讲，啊，伊较咧伊咧是真实吼，啊，甲伊到了甲条红糟吧，他食哩吼，即听你咧睁开话，我听到吼，真正咧唔是滋味就对啦吼。所以讲吼，这真要紧，对啦，是咱西门店唔是曼德啦，西门店无就曼德啦。白白关遐久对无？啊，西门町哩落下来去吼，啊，国民党甲糟蹋，嘛真严重啊对无？但是西门町认识度无遐强吼，啊，最重要就是啊，西门町出来了无做总统啦，啊，就算讲做总统啦吼，啊，面对中国，西门町嘛无就成为曼德拉啦，吼，只有足侪现实的条件存在就对啦吼，所以免妄谈啦吼，免妄谈啦，曼德拉有伟大的部分，啊嘛毋是神啦吼，吼啊。啊，把做曼德拉出来，不会做总统，不爱从政治，哎，可能嘛无遐伟大啦。哦，我这个初浅的看法，哦，初浅的看法。再来，这里、个，为着升级曼德拉伟大，为升级曼德拉伟大，这个原别人的总统 F.W. 达克拉克讲几句话啦，无达克拉克就无曼德拉啦。达克拉克若甲普塔同款，普塔是尾啊中风呢，才换伊起来呢，伊思维甲别人较无同款，因为伊就。八九年代的时，整个国际形势甲南非的社会经验嘛搁较害啊，所以伊有新的伊的新的思考，啊决定要甲欧人去哪去协商，吼、哦，啊是曼一个戴克拉克将这个新的思维呢，啊无戴克拉克就无曼德拉，但是这大家拢叫曼德拉，我袂记得戴克拉克啊，啊是安怎嘞？因为戴克拉克亲头做第二副总统了，伊正总统无歪做，啊去做欧人政府的民主政府第二个。副总统，佫第二个副总统哦，佫摆个五百支后边哦，哦，啊，尾就退出来吼，就退出来吼，哦，啊，就是因为尾无政治权力，啊，逐摆嘛袂去，啊，其实伊讲个真大，伊若要坚持，不过欧人拼个时阵，我甲你讲实在，欧人嘛不如做总统，啊，人非白人，白人军队毋是省油的灯呢，
那我这个年龄吼，我若是人胃病啦吼，我一定爱少食，你知道？我唔是讲拍去莫桑比克，就拍去安哥，送去安哥拉去战争。迄边界战争是拍几十几年吼，拍十几年，所以讲伊有真伊伟大的部分就对啦吼。哦，啊，在伊主政之前嘛，战争吼，伊要甲白人协商，要甲白人协商的时阵吼，后来伊白人内部嘛反对啊，哦，就是安尼。南非的国民党内部，伊才一步较保守啦，退出，啊，才先保守到 CP， 吼、哦，啊，伊用啥物方法，要说服伊国内白人的这个选民，伊就用公民投票，所以，这公民投票是寡妇用的，你知影无？公民投票，你讲公民投票，你讲哦，我讲公民代表，公民投票就是歹毒，啊，歹毒就是罪哦，来，大家咱规定拢去用死闹死咧，迄公民投票不是讲是知影好用的。迄执政嘛好用，执政是来用的，在咱台湾的，若讲到公民投票，就咱看到几间，看到惊到要死的对吼。所以讲，迄当初是为着要说服内部白人，支持伊去甲黑人政治协商。但1999年3月17日吼，伊举行白人的公民投票，伊68.7% 都会同意票，伊就支持。哦，啊，伊只迄个，无大家人白人内底拢反对，讲你瞎啊，咱公民投票。公民党68%起来，你搁讲话，莫讲话，削压68%支持，你偌好用呢？公民党票执政者嘛爱好好运用，吼、哦，才有法度排内部纷争就对啦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公民党票是我伫南非生活一个真深一深的感受，也是十年前的时阵吼，第一个 referendum 吼、哦、，referendum 吼、哦，啊，就是无奈咱台湾的公民党票啊，足困难的吼，啊、哦，好。啊，这个主题吼，我相信全世界咧讲人真少吼，为种族隔离政策讲华话。Apartheid 本身就是种族隔离，诶，英语甲翻译做种族，其实 Apartheid 这是荷兰话，伊是分离的意思，分离的意思吼。啊，当初是要甲荷兰甲白人分开吼，要甲荷兰甲白人，因为差太济，文化差太济啦吼。啊，今仔日在这伫遮吼。我为这个种族隔离讲寡话，因为我边仔拢做侪拢是白人，我喺咧学校，1989年，我1993年去，1989年了第一个黑人进，1993年呢吼，全学校才98%吼，拢是白人，黑人真少，就是讲黑人嘛，规个遐拢黑人甲黑人斗阵。迄开学典礼时吼，啊你迄阵圆的露天的广场咧吼，校长徛中间，迄是白色相的哦。哎，南非的白是要求白，黑是要求黑啦，你知道无？我拄去的时候，去倒啊，我坐外口租厝啊，尾仔那时我伫公车走，我靠白无看人，啊，车会颠动，啊，全黑人，哦，啊，白人拢塞车，黑人拢坐公车较济啦，坐公车较济就对啦，吼，哦，白是真白，黑是真黑就对啦，吼。我刚刚在讲吼，任何一个欧洲的移民统治者，伫南非拢会实施种族隔离制度，哦，若无种族隔离制度。南非就是非洲上好个国家，嘛未是南部非洲的区域疆权，个个是另外一个奈及利亚或肯尼亚。只要讲奈及利亚、肯尼亚，南非非洲有四个重要国家，哦，北边有这个埃及，南部有这个南非，啊，东部有这个肯尼亚，西部有这个奈及利亚。哎，奈及利亚为石油国人真济，啊，南非现在较强大就是因为白人，哦，白人。这真要紧。当初是兰多德西亚，大家唔知影。兰多德西亚是较即摆新巴威进入个白人国家了，吼、哦，白人国家。当初是5%的白人统治兰多德西亚，去也荷兰甲推翻，去也迄嘛，蒙古被甲推翻，但是啊，即摆新巴威是怎样款？你甲想看嘛咧？全世界搭一个完全荷兰的国家，像样的。啊！但是你讲话听，全荷兰国家，哦，伊文化都无同哩。咱荷兰国家，荷兰文化是真爱出变，荷兰的伫个非洲遐流行。遐荷兰都，咱知影讲要乱创造了无？啊，遐都咧垂直感染的艾滋病，啊，搁遐后面部分咧足济就对啦吼。哦，啊，遐个文化就是安尼吼。所以讲，我伫南非是咧别人在来讲，那不是阮别人政府，南非无哪好搞嘞，你知道无？因为荷兰吼，对迄农业啥吼，你提种植下，我种植甲食食，伊就袂去甲伊生产了吼。所以讲吼，较早南投就死下时阵吼，最起码大家有哪食，即摆过来甲着新巴威蒙古白熊啊，即是新巴布才比上管吼。所以讲，若无这个种族隔离，就无南非啦。
哦，都当无今仔日就万得啦。哦，啊，过去的总书记是美国常常咧甲骂讲啊，你这总书记咧咧欺负乌人就对啦。人每人甲讲啦，我讲美，我甲讲，甲阮听讲美国为啥物甲你讲？美国啊，做伊人75%以上拢是乌人，啊，美国你是咧外口。人每个人甲你讲就对，有影啊，确实有影啊。哦，美国10%的乌人，你用其他的人口排起来，啊，你伫非洲咧。10%白人，你要爱咩爱70%黑人，爱袂起，所以爱游去。实在讲，所以一定爱隔离。所以较早英国时代冇隔离，不是无哦。哦，但是较早隔离时，黑人可能较认命，较无法度。啊，不然隔离较久的时阵吼，佫较新华种族可能算做了，因较无法度认识，佮世界各国在发展民主、自由、人权的价值观念嘛，佮刺激爱有点，点，所以较无法度，较无法度统治吼，无法度统治。我别人的朋友讲啊，阮祖先来毋着所在，阮祖先来毋着所在，阮祖先来去美国时，我著甲印第安人吼，甲烤起来做保留区。阮祖先来去澳大利亚，甲烤起来毛利人，甲烤起来，甲烤起来，甲带来保留区。观光时就搁在用，阮祖先来毋着所在来甲非洲。本来去南部非洲啦，搁别人去，吼，中部啊乌人去来，夭寿扛扛乌啊走下去，实在无法度，惊都惊死吼，惊都惊死吼。啊，是不是差真济，差真济吼？那下骹这个国旗就是枕头早旗，咱才有邦交这个南非的国旗，啊，这是尾来国旗啦吼，后尾来国旗吼。啊，这新南非在1994年成立了后，真趣味吼，也特别啊，佮语言啊、文化，迄种有新的思考，我大家甲大家报告吼。啊，为种族隔离政策说一些话吼，我感觉我这真少人咧讨论啦吼，但是我讲的确实实在，哦实在，因为我的南非的白人朋友拢做事，爱定定讲，若无阮白人吼。怎样提供粮食来吃？哦，所以你非洲啦，非洲的黑人吼，是讲食上肥的啦，比较上生活嘛较好个，食足肥的吼，较肥啊。比其他国家黑人吼，我体重拢较重。哦，哎，黑人因为哦，你得路你行袂过，你得路你行袂过吼。好，啊，台湾甲曼德拉，啊，这个台湾甲曼德拉，其实吼，咱台湾甲曼德拉有啥物特别的关系？哦，啊，即爱讲甲咱。断层高的前头通动起啦吼，啊，这一篇文章我伫个专辑有写，我嘛发表吼，啊，今日要来就报告一下吼。其实吼，曼德拉较早袂放出来，即个啥物人知影曼德拉？台湾啥物人知影曼德拉？啊，曼德拉敢一定伫甲台湾遐遐好？唔是啦吼，台湾甲曼德拉的接触是台湾是要维持邦交啦，维持邦交啦。F W 戴克拉克哩，1991年10月来台湾访问的时阵啦，有人讲啊，问讲啊，你会甲台湾断交无？伊讲一句话，伊讲只要我任内绝对会甲台湾断交啦。啊，大家拢知影，伊是咧要落台，要落台就对啦吼。所以讲，咱当时是咱台湾的陆政伫迄个南非时嘛，人家因讲嘛真注意，就讲就甲 A N C 接触，啊，咱是甲 A N C 接触，因为 A N C 是甲共产党接触，不是啊？A N C 吼，这个不南非的白人吼。有甲迄个中国大陆接触，啊，你白人，你是我的邦交国，你甲中国大陆接触，啊，我嘛要甲 ANC 开始接触个对嘛吼，啊，佫安怎你知无？伊南非的民主化，民主化爱选举啊，选爱钱啊，白人好个啊，黑人一箍你有对嘛对无？啊，无钱的时候，突然间咱台湾走出来南调的时候，哦，咱底下全钱爱着讲钱嘛了吼，哦，常常拢安尼对，啊，就安尼，一拍即合对不对吼？啊 ，ANC 改革了，啊，是安怎？曼德拉甲南非遐高层 ，ANC， 诶，即个拄成立民主国家了后，伊拄上台了，较高层甲台湾关系拢袂歹。你来讲啊 ，ANC 构成甲咱拢袂歹，啊，都食千万靠咱啊，食千万靠咱啊，对无 ？ANC 遐高层食千万靠咱啊，迄咱这是安怎甲抱啊咧？我实在讲啊，但1990年甲1998年啊，咱台湾毛主席外交人员是南非个。实在讲，伊私底下唔敢讲个，外交政府较唔敢讲啦。咱伫下界较有言论的自由。哦，实在讲啊，迄钱开得真少啦，迄铺啊，你实在讲啊，差不多无甲规矩阿讲尔吼。哦，啊，就要建立邦，维持伊个邦交啦吼。咱 ANC 改革了，高层食钱拢靠台，啊，佫替 ANC 还债务哦 ，ANC 还债务。啊，1994年李登辉去南非先参加伊就职典礼，曼德拉就职典礼啊！啊，要甲南非怎么？啊，是咱要甲用啥物方法要甲南非维持邦交较好啦？啊，咱曼德拉讲欠钱啦，欠钱啊，1000万美金就来啦吼，1000万美金就来啦。所以讲，陆羽正是圣诞老公公啊，所以咱莫怪讲陆羽正伫个啥南非
ANC 的政府内底吼，大家甲伊管理嘛，真好一点。然后圣诞老公公的吼，如果说讲啊，连曼德拉甲温妮去离婚的时候，伊都做贡献人吼，可能离婚的费用嘛是咱出来的吼，嘛真可怜的对啦吼。啊，你就会甲，如果这甲你就会，你讲如果伊甲你做办公的嘛好啊，因为你就会是金主，啊，咱台湾人是靠主，咱台湾人是靠主的吼，迄条钱啊，若做其他的员工，也要外好的吼，咱台湾人民的吼，将来外交改不了，对南非的外交更加是咱。 英文外交思想上歹，上少人家错误的一页就对了吼。啊，过来第四点我特别报告讲，曼德拉是安尼，1990年12月宣布，拄好要伫咧1998年开始甲中国关系正常，甲外交。而且一个名词我要特别报告，是迄个1979年，中国甲美国建交叫做关系正常。 啊，是安怎南非跟咱断交，甲中国建交，嘛叫做diplomatic normalization 哦，是安怎跟咱断交，甲中国建交，这个叫做关系正常化，表示全世界啦，这个中国的关系之下，那跟咱台湾建交，迄种无正常，对啦。所以跟建交叫正常，所以伊个关系外交关系正常化，diplomatic normalization 那个对啦吼。 啊，是安怎？1995年5月，曼德拉做总统，是安怎会拖到1996年才会才宣布？当然，咱了解人哦。戴克拉克讲，伊若伊在任，伊袂甲咱断交，但是1994年，伊都落台啊。虽然做副总统，但地球总统无权啊，无权啊吼，无权啊。哦，啊是安怎？伫迄个时阵才宣布吼，即嘛一个因为抓重要关键吼，这是我研究的部分吼。 首先，这个吼，曼德拉吼，是要国际上威望对两方双重承认啦。其实吼，上好的是讲吼，两边拢两边通处啦，当做是安怎哩？是咱咱的其他国家拢袂安尼想，甲曼德拉安尼想。曼德拉他真天真啦，伊用关税了后，大家拢甲跑啊，来，对，你，对，哦，尤其我安尼个世界，即个橄榄球拉个比赛，来，我南非人个，哦，啊去甲人要求必赢。 啦，啊，咱也行，哇，伊威光，双重承认袂歹哦。当然，咱无反对，你着我是咱，咱并不反对吼。但是大陆，大陆是铁棒啊，曼德拉唔知影。哦，根本嘛无法度嘛，大陆，大陆这个这个主席真强嘛，真硬嘛吼。本来重要就是1997年香港回归阿别，哦，你讲，嗯，香港回归，甲咱南非闹什么外交哪有关系？无哪有关系。香港回归阿别回归倒位，回归中国啊。 咱根本回归中华民国，还是咱人民党没有回归中华民国？啊，不是讲咱台湾的原版，咱台湾讲咱台湾，啊是的嘛？香港无嫌中华民国，但和嫌中华人民共和国，这国际上就不一样。啊，在是正统啊，这个中国之下，咱就是正统啊。中华民国，你也不讲政府是全世界唯一的不合法政府的，全世界唯一的中国的唯一合法，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啊，你也讲中华，你更加中华民国是全世界唯一的不合法，就中国政府叫中华民国。 那根本做好啊！台湾政府嘛，做好啊，做政府吼。所以回归了嘞，总领事馆甲就银行之走路，这真重要哦。南非足侪矿产、金啊、泉州啦，拢透过香港咧做生意。啊，这总领事馆是中国大家讲哦，香港来现我了，我咧讲是啊，你若无甲台湾的关系若好，我调整吼，无调整者，哇，领事馆那点无来，点不一个问题。 你坚固，你坚固吼，啊，国防机发到了SAA发到不得了，哦，伊嘛拢甲坚固了，安尼问题就来，压力就来啊，压力就来啊嘛，所以1997年香港回归，当时是1984年的时阵，这中英的合签名的时阵，啊嘛无想到讲啊，尾后对中国外交有这款的作业嘛，嘛无想到啊吼，这真现实的问题嘛吼，啊，讲啦，联合国秘书长解散压力，这真大，真大压力。 迄中国人吼，中国咧封杀咱国际上外交，迄是啥物手段拢用，你知影无？迄用甲是足勉强，爱骂你硬要甲牵拖落来，你就对啦吼。南非当然嘛是 OAU 的成员，OAU就较早的非洲团结组织，即叫做 AU 叫做非盟，啊，是欧洲非洲团结组织。吼、哦，然后个秘书长啥物人要做，一定爱五个相应秘书讲讲意思，爱动头这样子，一个讲袂使就袂使，迄是委托炮，没问题。伊就讲哦，啊你都。
恁都恁啊恁啊，即个 OAE 就是非洲团结组织支持的，即个人就是加纳安人，对不？哦，啊，因为南非嘛是团结组织的人，啊，南非支持的人，因为一个南非 OAE 的成员是甲台湾建交，所以我不爱支持哦。哦，我讲跟我有啥物关系啊？我看到爸爸家来就对了，还是讲南非变成啥？啊，变成马王制造者，拢是你啦，拢是你啦。那非洲人要做联合国秘书长，拢是你。南非甲台湾有关系啦，啊，所以中国反对啦。够好看不？哦，啊，所以讲人啊，讲讲你说那南非哦，足歹做人都对啦，哦，足歹做人都对啦，吼。啊，过来哪俩？哦，十一月宣布成立南非国会跟议会。南非的民主政府成立了后，南非还佫有人，还佫有八十四个原来白人的国民党的议员，哦，啊，行出讲吼，若佫开会时阵，议员会佫比较吵，袂安尼，啊，有咧上伫这杂音嘛，啊，十一月宣布，哦，除了安尼吼，我你讲啊。除了经济因素啊，吼，中国国际上孤立咱的方法啊，还佫几啊个吼。联合国是打入咱上好的政治，哦，你将来到甲海地维和吼，哦，甲海地维和，中国就讲啊，因为你甲台湾有邦交，所以吼，我无海维和部队去，哦，不干呢吼，实在讲吼，哦，啊，佫还哪里走？逐摆吼，中国邦交国吼，逐摆去南非的时候，中国人就讲，你去南非讲，今年甲台湾紧断交啦。啊，南非讲，南非讲，我大家朋友来，讲叫我莫甲台湾做朋友咧，压力嘛真大就对啦吼。哦，啊，佫呐，南非是讲，我咧，非洲这么重要个国家，区域强权，对无？我怎要佫民主化咧？佫当个国际社会啊，对无？恁后头较早去用天权啊，啊，尾啊佫转去安尼吼，我表示讲我一个外道咧，对无？因足侪直接加入外交是啥吼？给增加伊执政的这个啥政绩，真好个机会。啊，是要有理所作用，但是你要变成吼，相信理事国，那不会遐简单。迄政府恁也无改革嘛，爱呐，嘛爱呐，承认理事国的同意吼，啊，所以讲吼，这是个剃度啊，个剃度吼，对不对吼？是不是讲你伫区域啊，你做头人的时阵吼，中国吼，拢爱动头，啊，无会甲你乱。伊无法度一定，无一定讲法度甲你商量，但是都甲你帮忙，但系要甲你乱真简单就对吼。所以讲吼，无遐简单就对啦，无简单啦。当初时的时阵吼。当初时的时阵吼，咱咧维持非洲的邦南非的邦交是，哎，遐认真去维持，这本来就发生的问题。我感觉遐浪费，我感觉拢浪费就对啦，感觉浪费就对啦。但是杜伟生讲不记得啦，你开到5000万的美金吼，啊，维持7年的邦交，还是家己自己往脸上贴金的不以为然吼，不以为然。其实咱5000万美金，咱对南非的这个外交的维持，它还是想就要10至15亿。哦，都是政策性的采购，迄真惊人，还无需要物件硬甲你买，迄真惊人。迄种拢咱的税金嘞吼。过来，南非民主还咧台湾的 K 线吼，几啊点吼，几啊点吼。啊，台湾的民主比南非佫较高，佫较高尚。咱台湾的民主过去咧，民主化过程中间，咱台湾到啥步呢？嘛，甲汪兴南的美国寄一个土一个炸弹，甲食当面手炸弹尔。啊嘛，有甲。即个黄文雄甲郑树才伫美国咧开一个钱，甲伊整个个惊着尔，哦，到死人，无啊，对无？咱美国较高贵啊，台湾人宽容，比咱倒来搁较伟大，但是台湾人比南非人吼，搁较有迄奴性，搁较奴性就对啦。南非原来我比如讲，南非原来多数个被压迫者民主化了，绝对袂选择原来压迫者来执政。我咧讲啥？南非。你看吼，无永远无可能是别人执政，绝对无可能就对啦吼。啊，啊，别人个反抗运动，跟咱台湾个反抗运动，我过来台北介绍一下吼，即我来思考。1960年夏末大屠杀，夏末是黑人示威游行，哦，几万人出去迄个所在，啊，结果别人个鬼钱，死几个，死67个，黑人就起飞啦，不爱甲你不合作运动啊，不爱和平啊。这种地下武装的控制、盗窃哦，并且引起国际注意，并且制裁南非。二班那四季的 ，Core George， 你台湾别吹，一本册内底写到1万5至2万哦，啊，台湾佫进入白色恐怖时阵，哦，但是这几年来，咱台湾人足侪人要做奴才，哦，咱台湾哦做奴才，哦，还佫做足出色的台奸呢，哦，我南投足出名哦。啊，台湾人奴性哦，世间少有，即咱台湾人是爱检讨。实在讲哦，我嘛真怨，但我老爸来讲啊，常常甲讲，
台湾人袂记伊啦，嘿，妈呢，台湾人袂记伊啦，嘿，我老爸真万代吼，我老爸讲，见小儿之无面啦，放着胶刷袂做对，我老爸在遐讲吼，真万代就对了吼。但是第三，南非的政策隔离政策又搁转来，但是台湾的民主化了后，违反体制有复辟的现象。你敢无讲咱台湾的民主在退化？有嘞，有嘞。刚才我最后一个打电话，正好伊可以了，我决定讲啊，拢我国税局要甲查税，我夭寿，惊死人个啊，惊死人！咁啊，讲到尾啊，再罚罚几万块，还一个卖饮料安尼尔。哦，啊，当然无一定讲是面顶嘞，面顶嘞。下面的啊，就是古人的铺啊，安那吼，要做做做中心的一零一就对了吼，一零一吼，迄不是人，我是 D O G 哦。好来，这点我嘛真注意吼，南非白人吼，早就我讲我是自称的欧洲人。南非刚才是1970年代吼，甚至1980进前吼，迄阵啊，伊啊吼，当时吼，这是刚才就 European only 啦吼。这也是白人坐哦 ，European only 哦，欧人袂使坐哦。应该定位自称是啥物啦？欧洲啦，因为说我是南非人，以欧洲人自居就对啦吼，做自居吼。哦，啊，但是即摆无啊，啊，已经头二十多年人伊就无咧讲，我咧电视听你讲啊，讲你这欧洲移民就哎，白人做我是欧洲移民，我是欧里康，啥啥欧里康，啥啥欧里康，我是南非人，我是南非人，啊，咱台湾的，我是我歧视，哦，我只比方学讲我读书好比方。然后自我介绍，我是台湾出生的湖北人，我是台湾出生的上海人。你敢有几句啊？我爱开玩笑讲，我是地球出生的外星人。哦，因为逻辑拢有问题就对啦。台湾出生的湖北人，奇怪，你也不是伫遐生，也不是遐大，对不？对不？啊，常常啊，你讲逻辑拢唔是，你是用教授级的讲的哦，唔是一般人哦，教授级的讲哦，对吧？你讲你爸爸是湖北人。啊，我爸爸湖北，我爸爸日本人嘞，我爸爸甲湖北人生嘞，哦，我爸爸日本人，因为我是外省人第二代，我是外省人第八代，日本人第三代，是无意义嘛，是台湾人嘛，对不？所以民族意识真要紧，真要紧就对啊。咱台湾意识都无哩，都无哩，我哩学校是真孤单，我哩学校是在上课，大家学生囡仔，我拢未讲会嘞，我未讲会抗议的，不是大家学生囡仔嘞。讲是咱台湾学生囡仔，迄奇怪呢？刚才去用洗脑顽强，啊，即摆去下个，迄对比，啊，洗脑洗到只，以为较亲强。啊，大家学生老师讲咱袂较真，我拢唔通讲。啊，咱等台湾咯，就说我哩无哩讲话，你会惊无讲，无哩讲话，要讲讲话，要讲讲话，那对个，那对个。啊，讲话，我无甲消费真好，你看到我15分时都甲干掉，哦，是无法的对无吼？所以感觉讲。那安尼就对啦，我是讲咧开课时啦，我开台湾的课，啊，我老师讲，我不要用台湾啦，不嘛，我抹抹砂就好了，安尼就对啦。哦，我想大家这较有钱了，读书那么贵，甲叫人讲的，迄另外这教育主体是拢问题，我感觉就啊真反弹，对，吼，真反弹，吼，啊，但是我真孤单咧，我若感受咧是有人话我咧，吼，感觉真无奈就对啦，吼。过来，啊，民主人非语言正常对台湾的启示吼，啊。即嘛吼，即嘛，我自细汉时吼，自细汉时迄语言的问题，我就感触足深的，就较得讲台语叫华国甲欺骗面，你知道？欺骗面，你知道？哎，开始讲我甲咱国家老师甲讲一句台语甲华国教，无看到我无甲摕手机呢，我甲摕手机，人讲识相也无够，我要申请国家赔偿。哎，实在讲哎，我欺骗面，咱常常甲斗争嘞。啊，阮家都拢，阮家无读册，啊，阮爸爸早稻田大学读了70年还袂毕业，是安怎知道？我讲。每天早上很早就到稻田去了，爸爸早稻田到学校。我母啊，我咧饲牛牛。啊，我母啊就不前读两年，哦，啊教会去读，啊读到尾啊读两年了，我走回去，走回去，我转来了读一下，你就毕业。啊，报考还袂读到满嘞，那就毕业啦。就毕业，这是我爸爸趁钱，国语了讲，哦，爸爸讲，啊，阮家国语是唔错。啊，所以讲，南非是话甲我讲，啊，有十一种的官方语言。南非宪法明文规定，南非 official language 11种，啊，咱台湾的语言明定嘛通袂过啊。我咧对个立法委员吼，甚至拢是台湾土生土长，嘛是台湾人，讲台湾话，嘛咧反对啦。我想咧，台湾省，咱老仔就老仔就对啦吼，伊嘛咧反对啊，甚至讲一个叫做立法委员叫林的，姓林的，真慌的。伊讲，咱要使用官方语言，难道我们公务人员要讲会讲使用语言吗？勿就卖讲，因为南非遐个规定，迄个官方语言，并不是要求公务员讲，要一种语言。伊是讲一省上少要有两个官方语言，对无？
主要去给你建设，啊，另外你在地嘛，啊，总共南非有九省加加起来十一种的官方的语言，不是讲要求你十一种的，什么人可能讲十一种的官方语言？啊，公务员都无人做啊。但是南非的黑人，我实在黑人，我比较公务员，我讲六种，我完全把我真吓去就对了。啊，即个学生囡仔，我伫学校吼，咧讲台语吼，十二十年前有人会笑，伊就作一个八十八成咧笑。我十年前的话，当五成咧笑，即个是当两成咧笑，剩哪白痴？我今日上华南班咧笑，讲台语听无哈？啊，讲台语听无啦吼，啊，佫笑我国语不标准咧。哦，啊，你国语要较标准，中文能力差到要命，英语佫袂使。哦，所以我有呾真怨恨，台湾呾努力，佮天地了就对啦吼。哦，啊，袂觉醒就对啦。啊，台湾语言，你佮台湾语言多元主义的理想佮现实。这嘛是，我另外一个思考问题。我最近才在问这道过暗暝过，我唔知啊吼。民主化的进程，南非白人统治者对伊的态度。南非较早吼，白人是不屑讲黑人的话啦。伊统治者为乌人，为去夹夹个啥，对无？迄祖鲁话较好学咧。南部非洲较早可以做个夹巴夹，哎，这夹巴，叫国，还袂老喎。你想到我都？啊！电视拍不了，迄乌人电视台不了，我只夹，是无大号。哦，啊，迄别个较好，我就会考伊做个上主个呀，我上帝的风光个吼，上帝的风光个，我大号啊。哦，但是民主化了吼，哦，有人民主化了，我一个房东太太，房东太太，我个月拢提房租来，伊一摆来讲，哦，我见哦，祖鲁伊讲得非常的流利个，对啦，还是呢，乌人要进来就对啦，吼。咱老人讲啦，介又是在老人讲国语啊，听讲要结外省去，吼，到阵我就浙江吼，去读大学的，哎，大家人家这个，哦，我摸面啦吼，讲国语做成外省啊，原来呢，这是摇摆就对啦吼，笑死人吼，讲国语就讲国语，还有台湾腔，哦，哎，那是正常哦，啊，学生家笑讲老师你国语不教，我国语不教人呢，意思至少我精通两种，啊，你爸爸会教哦。介也毋是在台湾，台湾讲话叫外省阿听，咱就一个先祖先哦，咱莫讲话遐后天的，哎，足古啊，咱古着买哦，先祖先啊，先祖先要好讲的哦，咱一个讲话啦，我咧，听无讲伊吼，我讲我讲伊做标准的吼，啊，干嘛人，我人笑话讲讲中华民国，有史以来这总统哦，以前马英九还袂积极，我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的总统哦，我一个讲伊讲较标准，阿变阿差不多尔吼，民主化了，有台语啊，骗选票吼。骗选票，刚才十外五万年前，有人讲啊，去庙啊，看到一人伫遐咧拜神庙，啊，拜神的人拢是好人，拜神的人拢是好人，啊，拜神人讲去拜神的人拢是好人，啊，来拜神才好人，对啦吼。啊，看到一阿婆啊咧伫遐不衫，啊，阿婆你遐褪衫褪裤哟，到遐我袂讲嘛，叫褪衫褪裤啦吼，烫衣服爱搞翻搞去褪衫褪裤，有衫啦，有衫吼，啊，尽量派你感觉好些了。我人故意要装金片就表示高贵，即我拄着，我看着佩服。我那下位老师嘛，啊，教越南的国语吼，啊，听人叫个金片子，你听，我，啊，你是大陆人？不是啊，不是啊，叫金片子。哦，我从来吼，吼，大家都不爱讲个就对吼，因为我这人个性真较大啦，当然亲家人我拢作切，唔是安怎哩吼，可能甲家教无关系就对啦吼。哎，我是建工是那是工匠，有阵时了拢难教。我了讲个就爱难教啊。对，英和语、外语言，甲着华语以外语言。表面欣赏，内心那鄙视，那鄙视就对。当然是白人就是安尼，哦，我统计这个语言啊，高贵啊，对不？哦，咱较早八点台，咱也是讲高语的对不？啊，那台语咱六点半、七点半哦，拢遐照常啊，生的哦，哦，啊，但是内心还佫鄙视。但是阿非利加人哦，对于荷语、法语、德语、甲欧人语言，拢合成阿非利加人哦，哦，这是啥？这是南非国一白人 Africaners 对伊有信心，哦，阿非利加人，伊讲阿非利加人，讲 African，Africans， 而且 Africans 是荷兰语、法语甲德、甲德语、甲着荷兰语言吼，稍微混合而成对啦。啊，即话感受就是，我等下台湾了吼，遮侪话啦，一定拢是台湾吼。感觉分开啦，一句我想听到一次，咱讲台语嘛会通，讲废话台语本来就爱通嘛。即个我都切哦，台语本来就无哩嘛，客家话嘛爱一个通，咱台湾的客家话嘛爱通，哦，我未通，我台语嘛爱通，哦，你过去叫阿伯甲两政治了咯，意思讲，刚才讲红了，讲多数讲台语，讲客话，而且变少数，哟，我今仔日来到这时，我去买物件坐车，甲问路，
我拢讲台语，无一个人讲伊家己，无一个人讲伊家己就对啦吼。你听起来拢讲袂晓讲，你即地人敢若会晓听，你下地人连听你都袂晓。吼，所以讲即无哩环境吼。所以讲，现主持人，我讲的是台语，你莫甲讲我讲闽南语哦。哎，有诶外语老师讲我即说，哎，是变个闽南语是闽南语是闽南语是，我字典都查无啊。我闽南语去 Google 甲查，我闽南语迄就是南闽的方言。我讲的是台语，台语咧超过一百年前约定成熟的物件是台语。上无你嘛，我讲是台湾的闽南语，不讲我是闽南语，我闽南标标准嘛闽南哦，标准嘛了个客家话就阮招安，阮招安，迄嘛是讲客话哦。闽南嘛足侪种话嘛未通哦。我伫学校拄到迄闽南的闽南学生囡仔，伊咧讲话我听无了。哦，所以讲我讲的是台语，啊，无上少是台湾的闽南语，啊，恁即摆恁政府拢改做闽南语无？咱较早是啥物？咱政府是讲台湾闽南语，要个定位做闽南语，即拢有政道政治因素，所以爱共纠正。哦，我爱共纠正，这是台语。哦，要认清楚，蒋介石嘛讲这是台语啊。哦，超过一百年的这个习惯哦。啊，南非遐话对手语啊，遐话保障。哦，南非遐来咧对手语遐话保障，叫新 language 哦，手语。是咱在咱上面，咱乌人手语后面记得去无？后面记得，迄表示乌人文化确实无同款。啊，乌人吼对伊文化吼，可能还有区别。就咱在咱上面，迄传统上面并无公开，哦，并无公开。我感觉乌人吼虽然一直接进来，对伊文化的这个吼是自信心啊，是就区别感，大家要注意吼。好，再来，好，我感受上气氛就南非三个首都，哦。行政首都 Pretoria， 啊，你看首都是 Cape Town， 啊，司法首都是 Bloemfontein， 所以首都无一定一个，无一定一个吼。台北是大都会啦，我是南投，我有伫伊实在吼。台北人口真密集，无真好，台湾人口一定爱疏散。阮南投三十多年来，人口一直维持50,000-53,000，或者咱台湾人人口密度啦，甲阮南投关同款，咱台湾人口才1,200,000-1,300,000人，也真好分吼，也真好分啊。爱疏开，一定爱疏散，你知道？反正来救济大地，来发生个代志，我讲你干呐搭帐篷就无所在，对不？老天公伯啊，无要白白咱台湾的，救济大地当然咱南投增卡，哦，伊下咱台湾一个境界，哦，啊，这协助电厂是日本爆炸，先到日本爆炸，你当然都未觉知，后摆你就知，哦，你就知。所以讲，首都无一定爱一个，哦，啊，首都就是中央政府，因为教育部发一个公文，讲啥物？中华民国首都在南边，啊，中央政府哩。你台北，我是来气死就对了吼，就是因为中央政府严厉叫首都，哦，爱常常拢用个政治的话语，爱要共安尼共混淆安尼就对了吼。啊，即个阮读政治是常，我听一句我嘛足切，讲咱台湾的主权包括大陆，啊，但是地权敢若台湾，气死啊！主权是足抽象，你若无地权，哪有主权？地权较明显嘛，对无？内部统治权甲对外外交权嘛，对无？对无？啊，所以中国嘛来讲，啊，台湾是中国的土地，啊，只不过是中国。那很出奇啊！我就统治台湾，我往常来讲啊，讲我有两个宝啊，一个是法律上的宝，啊是一个宝，啊一个是精神上的宝，哦，啊我精神上宝是林志玲，啊因为真正是啦，因为我认为是我宝就是我宝，啊是一个宝是我就是宝，暗时啊困坐的去困坐的，啊法律上的宝就是就分钟迄点个宝，我有三个宝，就像你讲啊，对不？到处面啊就把个宝开玩笑，后面那些那讲上古，那感觉是够较认真，我讲。好啊，我对你做东西咩啦？我心肝咧甲你坐，我内心一直拢爱你，绝对袂变心咩？我会变心咩？会背叛你？我也是我的肉体，哦，啊，所以讲话你哦，你莫太在意，我心拢在遮。我包讲你心肝死好啦，你心肝死好啦。所以我政治人，我常常用阮模糊的术语在甲你洗脑，啊，当然头壳无清楚，我洗啊，骂洗骂洗。我感觉做老师嘛有正经啦，但是不容易咧，真诶不容易。伊在大陆好起来了吼。哦，共产党是共产党啊，那底下靠钱嘛是共匪，无钱是嘛是共匪，这嘛是共匪啊，对不？会拍某就是会拍某，无会讲那底下靠钱就拍某哩，就袂拍某哩，袂记下，较细致。有学生甲我们老师一国两制明白啊，我讲啊一国两制明白，啊你啊跟党统一，你对党了解多少？对不？你看看咱的媒体咧消息，好诶，而且个新唐人电视台会去讲足高素质，新唐人电视发两讲足高素质。但是咱台湾的有线电视甲无线电视一直拢无甲报，因为啥？迄代表红线啊。咱台湾的有线电视甚至是无线电视，可能甲大家有名的啊。新唐人电视台，我是发两光的，但是我支持，足无数钱哈，足无数钱哈。
真头网络会当看吼。好，啊，台湾甲南非通往国际社会过程吼，哦，这话事讲嘛足大吼，我写过论文吼。南非因为种族隔离政策，甲着并吞吼，啊，咩西南非啦吼，西南非毋是日南非，啊，毋对，反正西南非就是南米比亚，南米比亚吼，南米比亚较早联合国国际联名的时叫伊托管，啊，尾啊，南非就共食。我去1989年啊，才独立，才变南米比亚，才变南米比亚吼。啊，伊去啊国际社会孤立啊啊，但是随着西南非的独立，甲着伊的民主化，国际社会一步一步接纳。哦，所以讲呢，1990年曼德拉哎戴克拉克民主的演说，甲着曼德拉叫放出来了，两人定定来访问外国，共同享受尊严。1991年民主协定签订了后，啊，这个南非参加。即个1992年的巴塞隆纳奥运会，国际上慢慢啊甲接纳。1993年大选的一个决定了后，啊西方的国家就改期对原来对南非的制裁。1993年联合国讲，一旦大选的决定了后，就要叫南非搁等于国际社会，也搁等于联合国。所以讲呢，南非去用孤立，甲咱台湾去用孤立，完全无共款。南非是家己做了歹代，做歹代志，哦。同时，我那我去南非就主要是安尼。我去南非就是怎啊啦？台湾甲南非有邦交，我拢讲有孤立的国家。啊，尾啊要结束了，我才知影讲，迄个奖学金除了台湾，用伊外嘛以色列。所以南非甲以色列，南非、以色列甲台湾甲智利吼，拢是去用孤立 prior states 哦 ，prior states。啊，除了台湾以外，伊遐去用孤立，以色列是占人的土地对无？啊，智利是军事的独裁，南非是种族隔离，伊拢会家己做了歹，人则甲隔离。咱台湾咧，做得较好，人嘛甲伊隔离。哦，咱台湾的那摊查某囡仔，搁较有气质，搁较水，就无人敢甲你照顾着。问题出在哪？问题一个罗马人，你到门口，你家照看嘛啦。哦，台湾并无因为威权独裁去啊国际社会孤立，但是更加无因为民主化去啊国际社会接纳。咱台湾民主化敢无可贵？敢有死人？无啊啦，好死人！就当咱投咱台中选出来老温娘，也气死啦。哦，1990年南投选出来官员吼，啊，另外伊啊，有上有气一个，吼闹场安尼尔吼。咱台湾足和平的嘛，足和平的嘛吼。但是国际社会对咱较尊重无唔对，但是无因为安尼就咱就变国际社会甲一人接纳并无啊，对无？比如讲1972年咱叫搬出来联合国、邦交国一直无去。1980年代咱甲几个小国建交了吼，1990年就阿拉伯甲咱建交是安尼啦。咱1988年甲1990年吼连续两年甲大家新的国家国邦交。啊，中国民主写袂起啊，吼，去甲阿拉伯人抢，吼、哦，迄民主的问题，啊，因为阮一个老师刚才伫讲安尼，吼，伊讲是了讲吼，啊，1992年韩国就甲咱断交啊，啊，是安尼在韩国是甲肯定甲咱断交，韩国咧办迄奥运会了吼，迄感觉国较大，要加入联合国，所以1992年然后，咱韩国加入联合国，啊，无中国同意嘛，我就参加，对吧？所以嘛，甲咱断交吼。啊！咱台湾民主化，1992年国民大会改选，1992年立法委员全面改选，1996年总统直选，都对咱等于国际社会拢无帮忙，哦，无帮忙。啊，佫因为中国经济壮大，咱外交变进一步独立，哦，以民主做普世价值的今仔日，国内民主化一般都做外交的这个筹码，但是台湾拢无法度。啊，这中间差别就是南非的独立是大家自己的因素，所以要等于。用翻国际社会，伊当超主宰我，哦，是内环境的因素。啊，台湾啊是外环境的中国因素所组成。所以咱台湾变啊，咱台湾只要团结，甲大家动了，对无？中国迄款极权的国家，当时要帮唔知影，对无？该动啊，问题咱就是啥？未合理都无法度吼，真无奈就对啦吼。这是我的简单的感受吼。啊，多谢大家为咱这，就是安尼啦，感谢啊吼，感谢啊，这个节目做啊吼，感谢咱个团队啦。啊，有这个技巧，我见吼，大家当提出来做参考啊，我一定知啊，咱观众可能也知吼。